2024香港小姐竞选15强佳丽今日正式会见传媒，一众佳丽即场抽出佢哋嘅幸运号码，掌门人就公布今年嘅候选佳丽会分别喺5个地方拍摄外景。港姐嘅需要就系全香港，作为一个旅游大使，点去介绍香港？第二就系作为一个大使，你去到人哋嘅地方，点去理解人哋？早前有接近200,000名观众投票选出自己的心水入围佳丽，今日公布最高票数的5强佳丽，大热人马城大李嘉欣2号魏乐林和翻版钟丽淇11号梁家莹不负众望，大热进入5强。大家帮我投过票的网友和 fans 超级荣幸，我都会继续努力，不会辜负大家的钟意。这个成就不单单是属于我的，都是属于支持我的人的，所以我会继续加油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好高兴啊，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，我会更加努力，更好广东话。Adria， 那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娇小一点会比较舒适啦？娇小不紧要，志气高咪得咯。哇！十号吴子正被揭影过不少火辣辣的写真，有冇担心影响形象？我觉得就是俾大家看下我好 fit 嘛，系好健康的，都做住衫，点会好？点会唔得嘅？即系健康的性感。温哥华华姐亚军12号钟翠诗，翻版蔡洁13号程姜月，以及年纪最小只有18岁的1号陈子彤，未能进入5强，有冇失望？我觉得嗰五个女仔咧，可能佢哋都有个好优秀嘅一面咧，咁观众先会拣佢哋啊嘛，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向佢哋多多学习咁样咯。咁你会唔会觉得佢哋系劲敌啊？都不會有，因為我覺得15個女仔都咁優秀，大家都可以互相學習。即係個個女仔都非常之優秀啦，即係邊個入到第五位啦都冇所謂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係對自己更加自信啦，即係喺之後嘅比賽之中表現得更加好。Yes 咯，我想問咧，你又係最細個，但係呢又抽到第一個喎，你自己會唔會好緊張啊？緊張係會緊張嘅，咁我抽到嗰陣都有嚇親，我以為佢冇搖到咯，所以。不過我一直彩排都是1號，所以就